现在要准备来吃一个没有吃过的全新的点心，它是益美出的一个冰，这个前几天在全联买的，叫做益美消化饼冰淇淋，芒果口味，这不是普通的饼干，它叫做消化饼，很期待哦。它比较贵，它跟铜锣烧冰放在同一柜里面要吃是。的拆信刀吗？啊，好啊，你要拆信刀拆吗？我只是问你。好啊，hoodie 不用啦，hoodie 不用。吃的东西我们就简单拆就好了。用的东西我们再那个。开心的时候就用的东西我们再找 hoodie 来，吃的东西。我要拆的很小心那种，两只手这样子开，不能这样子开。很珍贵。它这一盒130，里面有几个？四个。有四个，这边有写四个，四路。那边也有写。那边有写，面向你的那边有写。然后一颗这样是多少钱？134颗，一颗35，45、24、32，33块左右，32块。130除以4怎么除啊？3、4、12。10块除以3除以4，32块，33块，我帮你猜。应该有一半，一好，半要猜咯，一颗30几块，比较贵。铜锣烧冰的话，一颗是25，100块4颗，很好算，一颗25。妈妈不能吃冰，所以我们吃了再跟妈妈分享味道了。妈妈可以吃水果，但是妈妈说她想休息。哎，可是我也想吃啊。这真的不好哇，它用。背面有这个哎。有了。它背面有酱哎。有啊，对啊，来喽，彤彤，请帮我把这个拆信刀收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开了，已经不需要它了。那你要等我等你，没问题。你没有等我。我有啊，没等我，不要。有等你，我们就先放旁边。这个先放旁边吗？对，它这边还要写它添加 Q 弹分柜，你知道什么是粉柜吗？吃起来很像果冻。好，这个先放旁边。分柜。开，open，open 有够小，比铜锣烧冰淇淋小好多哦，一盒4颗，哦，它有夹巧克力耶，你这样吃完会不会太亢奋睡不着啊？它没有写啊，它有了，它图案上面有画，有巧克力，没有仔细看，吃完会不会太亢奋睡不着？妈妈，这样有巧克力它可以吗？一点点啊，是巧克力吗？你的表情，这一点点没关系，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。好，还好啦，妈妈说还好。如你何？看这样有字哎，什么字？益美的字吗？我看一下，对，益美，Dicky Steve，Dicky Steve。这边也有。妈妈不能吃冰，可怜的妈妈，等她生完小宝宝就可以了。啊，我这个融化了，融化又结冰过了，变成这样，好丑。那不影响味道了。上面有什么？这上面有写字，刻上去的，看得到。好了，我放回来吃吃看，是什么味道？好像心动。你有吃出来是芒果的味道吗？其实我吃不出来，说有巧克力的味道，因为它夹在里面，其实一点点芒果的味道也吃不太出来。而且它还写有芒果果，一直没有啊。他是说芒果分柜，你看到了？分柜就是很像果冻，很小，你看。对。怎么会掉屑屑？这饼干也会掉屑屑？但是我说真的，我现在吃了几口，我觉得可以买铜锣烧冰淇淋就好了。铜锣烧冰淇淋的好吃的程度不会输给它，甚至比它还好吃。
我觉得价钱还比它便宜。我知道它贵是贵在哪。贵在哪？它用饼干。那红烧饼干比较大颗，我记得，对不对？哦。健康的饼干，消化饼是比较健康的饼干吗？睡一下昨天的吗？睡一下昨天。穿一样睡衣吗？那没有内裤，对不对？哦，昨天。很久没尿了，很久没尿床了。哇，好准哦！还那么远，还在你后面。对啊，妈妈丢的好准，然后把洗衣服丢到洗衣篮里。我觉得这样会掉屑屑啊！我比较喜欢铜锣烧饼，铜锣烧饼还不会那么掉屑屑。我比较喜欢饼干饼。你喜欢这个？还有另外一种饼干饼，你知道吗？下次要不要试试看？方形的。小黄，不是小化饼，苏打饼干的，它又更便宜，铜锣烧饼一盒100、102，这个130，那是135。那小化饼干冰的话是，不是那个是苏打饼干方的，好像一盒只要80几块，一样都是4个。那天我们看到完就记得，本来要买，但是我说它只剩巧克力口味的。想起来了吗？在最上面哈。这个要不？谢谢妈妈。我担心那个黑色的吃起来也不是巧克力，应该是芝麻之类的。是巧克力啦，只是它涂得很薄。我先去丢垃圾洗一下手。对，等一下给你擦擦手擦嘴。捡起来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边啦。我觉得算好吃啦，可是我是觉得铜锣烧冰淇淋更好吃。铜锣烧冰淇淋很软很嫩，它的面皮，然后有红豆炼乳口味的，是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口味。就是目前为止我最喜欢。你喜欢这个饼干胜过铜锣烧冰淇淋吗？还是因为你正在吃它，所以你就说它？对。然后如果你是正在吃铜锣烧冰，你就说铜锣烧冰。如果现在拿一个铜锣烧冰来，你就说铜锣烧冰最好吃吗？眼前在吃的最重要吗？正在吃的最重要。正在吃的最重要。就像我那天说，跟妈妈说，我本来最喜欢太空站是十代，然后我正在开八代，我就说我最喜欢八代，你记得吗？这是八代的东西，我就说我最喜欢八代。那十代而见，你就说十代。对啊，这个枪刀的故事，开枪的故事，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，但你有兴趣想了解的话，这把枪刀为什么拿它来开枪，那你可以，我会把链接稍微放在上面啦。左边右边应该是这么久还忘记，应该是颠倒的话，应该是这边，
应该是在这边哦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边啦。我们跟大家今天吃，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吃一个没吃过的新出的消化饼干冰淇淋，芒果口味。拜拜，拜拜，准备洗澡了，吃完就去洗澡。大家拜拜，晚安，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拜拜，妈妈拜拜。好吃。